你面色红润，目露星光，看来我选的酒不错。但是桌上好像放的另一瓶酒更符合你的品味，你见过他了？你有没有听说过，特别聪明的话会有点无聊？不过，既然你已经看透了我的把戏，那你就得告诉我，选哪瓶？好像选哪个都是死结，投不上钩。你既然已经上了我的贼船，不选都不行。闻到了吗？我没喝酒，因为你在等我。看来你又逃过了一劫啊。那我到现在才明白刚才波波说的那句话的意思。小猫回家了，我们也回家吧。